单。你好呢？你好。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在想过？桂林，桂林。啊，桂林，两年离婚。两年离啊。两年离，孙子我有两年嘞。有啦。一个台湾来的，一个新加坡的。我爱讲伊台湾的，唔是讲台湾的，唔是讲。两年离的。啊，你家己安怎办？伊走路夹无。啊，怎过来？你有看？他怎么化妆没有哈？妈呀，这压力压力一波来，对不？所以今天要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娶老婆了，叫我家配好香嘛，不列台词，那你给播。好，那我们接着下来哈，要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歌台的赞助人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呢，在我们新加坡呢，也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那你南华秋阿秋秋核桃罗。我用一首歌，你不要去打玩具哦。啊，对啊。熊海狼，我的出场，我去唱熊海狼。OK。然后我的 final， 我又唱熊海狼。OK。去到台湾又唱熊海狼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讲了。然后就被发掘，然后邀请你来歌台发光发热，然后你也觉得 OK， 你也很愿意。对对对。其实我是唱中文歌比较多。哎呦，开玩笑哈。存在有没有哈？听说啊，越南腔啊，真好啊，存在。我心跳别的呀。秀一下不就溜不溜？要来唱一下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邀请下一位歌手。好了，这位歌手也是你们自己的同行了，好不好？我师姐。哦，你的师姐哦，哎呦，来掌声，掌声，掌声给我们的王琪琪，王国一琪。是什么情况？你走上来可以走快一点吗？你给他感觉我啊！你讲安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国家是舞台嘞。我跟你讲，人家脚长就是要秀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在说我脚短啊？我比他没带劲啊！你，哎呀，我请问你，罗一琪在这里跟阿伟请安啊？是。那你什么兴趣啊？我请安，请到这样。啊，我不问他比较害羞哦。你怕害羞了哈？因为一做金嘴也派代志啦，是不是？有新的看见啊！我做派的，我做派的，我考他派的。考他派的是变有错事。不要讲，不要变。好，那唱歌好，阿伯听阿伯啊，就爱听歌。是啊。我就是爱唱会你歌的时阵，因为我能塞两年老歌。我先安排一首老歌先唱。好，来一首夏天的浪花。你们听着，这块广东男人哦，但我感觉感觉类似他们。我是该唱的。没错。都会唱的。我是该唱。你知影讲我从哪来报无？唔知。伊连帮我转就是安尼款咯。安怎啊？我就伊连帮我转着。老公，老公啊！这样子啊，真的真的，我讲伊袂了，无眼来笑啊，你咧？没有。啦啦啦！真歹，来打屁股了。你要唱夏天的浪花？你口风你要唱夏天的浪花 ？OK 吗？应该会有什么海啸吧？不会不会，因为我们要请那个德云天使来唱。阿谁啊谁啊谁的主题曲来的？谁？阿谁？早没你来。哦。再过来啊！
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可以啊，阿姨看下几张卡。想起你。